bare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国民老公熊梓淇接单苦一天，上演校园暗恋到娱乐圈热烈戏码，由企鹅影视、领域传媒出品，开泰时代、悦恩集团、红光传媒联合出品的青春言情话剧《国民老公》，对外公布了定档海报与首播预告。这部网剧改编自言情天后叶飞叶的同名小说《国民老公带回家》。接档爆款青春剧，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也是甜蜜好时光十二部 IP 之一。去年影视市场上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等爆款青春校园剧集完成流量收割后，女性观众对于影视剧集不再仅仅满足于校园初恋等怀旧故事，而更希望沉入现代生活，从校园走向都市，有更复杂的故事背景，纵观成长与生活。这个档口下，国民老公的出现或许是恰逢其时。国民老公讲述的是为爱投身影视圈的富家女乔拉好，李瑞熙饰演和豪门私生子影帝陆锦年、熊梓淇饰演之间历经11年的曲折爱情故事。故事线从二人单纯的校园时代一直延续到当代娱乐圈的大环境，其中不仅仅是爱情，在家庭事业、兄弟情、姐妹情等各种感情层面都有叙述。其实青春言情剧在影视市场上一直是热门题材，不管是之前流量大剧《何以笙箫默》《克拉恋人》，还是出现的爆款黑马《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都是切中了言情影视作品的命脉，以热恋或者初恋、霸道总裁等关键性元素把握住了女性观众市场。而国民老公存在的特点是将言情题材中所有的关键性元素都囊括其中，从校园暗恋到娱乐圈虐恋，故事更加复杂，脉络也更加庞大，而整个剧集是植根于现实生活。这不单单是灰姑娘与霸道总裁的爱情故事，更像是刻画了现代年轻人陷入爱情后的群像，主角间存在的感情纽带，带领各自成长，面对生活，获得幸福。其中有虐人心肠的桥段，也有牵手相拥的温馨场面。娱乐圈的大背景戳中观众嗨点，却又能在细节处落地生活。